我是一名演员。那身为演员呢，我的生活就是充满欢乐，还有很多的惊喜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当然也会就是离开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朋友，到外地去工作。那无论如何，我还是会想尽办法跟他们保持联络。譬如说，就是发一则短讯啊，发一张很搞笑的照片啊，还是一段很有趣的视频等等等等。我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我这一只手表。这个并不是一般的普通手表哦，它是我的 Samsung Gear 2，是一个很厉害的智能表哦。那它帮我完成了很多的事情，譬如说接电话啦、打电话啦、接收短讯啦、发简讯也是没有问题，还有拍照、听歌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，所以它帮到我很多很多很多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我觉得非常棒的，就是因为我以前旧的电话 Galaxy S4， 同时我的新的电话 Samsung Galaxy S5 也可以连接我的这个 Samsung Gear 2。